这节课来讲一下对分函数的路径积分表示。假设这个哈密顿量 h 它的谱是有下界的，就是有一个一小时，它的谱就是指的是它的本真值。有下界，就是有个最小值，我们就可以通过平移一个常数，使得它这个哈密顿量是正定的，可以通过加一个正数给它。是它是正定的，也就是说 STEC 这个 H 是它的这个谱的意思，等张力。这个它本来是10，就是最低的这个能量是10，然后小于或等于11，小于或等于12，小于或等于等等等。它正定的意思就是说，最小的这个能量值10是大于零。下面我们为简化起见，设这个基态是非简并的。非简并的时候，那这个它就10就是一个单因。是吧，就是个单独的，所以10跟11是不可能相等的。这时候为简化起见，我们设基态非简并。下面我们对这个一个算符，就是说指数函数这种算符做展开。这个一负 h t，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时间演化算符，当这个 h 不依赖于时间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它的谱展开。谱展开其实也就是插入一个完备性关系，等等于一的完备性关系，一的负 i，t， 插入一个完备性，然后这个算符作用到这个 n， 啊，就发现。h 作用 n， 它就得到它的本真值 1n， 对，下一步就等于。这个就叫做谱展开。这种算符的这种谱展开，它指的就是这种函数啊，它在时间 t 的这个谱平面上。谱平面上的下半平面是解析的，也就是说这个级数是收敛的，
比如说，底上的这个算法，它在一的弧平面。下半平面是解析的，是解析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级数求和是可以求出来的，也就是可以求出来啊，不会发散。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论断啊，检验一下这个论断。在这个检验，在这个 T 的下半平面，就是弧的下半平面。我们可以将这个 t 记为这个 a 减 it， 啊，可以设。当然，这个 a 它是任意的 ，b 当然是其中这个 b 大于。由于这个。en 是大于零的，是吧？铺展开 ，en 大于零。则这个它的这个展开的这个系数一的负 i， 一的负 i en。你把 a 减 ib 带进去，等于一的负 i en a 减 ib， 那就等于负 i 乘负 i 等于负号一的负 en b 乘上一的负 i en a。这个 en 和 a 都是实数，所以这是一个模为一的这个常量，那也就是说它这个的模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的负 i en t， 在这个 t 的这个下半平面，它就等于就是等于这个东西一的负 en b， 啊 b 是大于零的， en 也是大于零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小于 b， 那小于 b 的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看这个，带入到这个级数求和。就是刚才那个一的负 i h t 这个东西，加入的这个一的负 i e n t， 那必然小于或等于这个的模嘛，对吧？小于或等于，这个系数其模。啊，这个东西它就是小于一的，小于一的，所以因为这个它是小于一的，所以这一项它就是小于，是吧？所以这个等于一，所以这个级数求和它是收敛的，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是有一个是检验一下。下面我们引入一个微克转动，就是引入一个欧几里得的时间，下面引入微克转动。把前面的这个时间 t 啊，令它等于负 i 涛，其中这个涛是一个正的实数，那也就是说时间变成了西的，是吧？对，这个时间变成西的。这个涛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欧式时间。欧式时间。那引入这个微克转动之后，你原来的 t 时间 t 变成了西数之后，你原来的米氏空间的间隔。它就变成了欧式的了，米氏这个时空的间隔 t 平方减 x 平方，这个是原来的米氏的时空间隔，它就会变成了，就是变成了 t 平方变成负涛平方，所以可以写成负的涛平方加上 x。这个变成一个欧式的，然后 x 关于t 的这个求导呢，这个是关于 t，x 一点，因为原则上当然这个 x 可以是一个三维的，但我们目前其实写成三维也可以，是吧？你当你一维的时候，你就不用加这个箭头，它。这个是速度嘛，本来是这个关于 dt 求导，哎，你做这个微克转动之后，它就等于 dx 负 i d 涛，因为 t 等于负 i 涛，那也就是说等于 i dx d 涛。如果我们只考虑一维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箭头起点，然后，前面的刚才那个时间演化算符 e 的负 i h t 呢？你把 t 等于负 i 涛代进去，它就等于 e 的负 h 涛。所以这样通过这个微克转动，我们就把。霍夫斯基时空的一些量，把它写成了类似于欧式空间的形式。还有这个作用量呢，作用量的形式，就通常当你写成路径基本表述的时候，通常会有这种前置因子跟它的作用量有关，是吧？所以我们就重点来考察这个 IS 这个组合。它的米氏空间的话，这个 IS 等于 I， 然后从 TI 到 TF 积分 DT。好，这个是拉格朗日量，我们先把它的这个显示表达式写出来，等于 i t i t f d t。 下面我们就着重考察一维的情况啊，因为你就是一加一维，一维空间的时候，二分之一
mx 一点平方减去 vx， 啊，这么能解释呢？现在做这个转动，把这些变量都化成，就是用 t 也都化成 tau 了，化成 tau 了的话，那这个 dt， 嗯 ，t 就是负 i tau 嘛，所以这个 dt 就变成了负 i d tau， 然后当然这些变量都变成了 tau i tau f 了，嗯，它们当然跟这个关系也是这种比例关系。这个 x 一点平方，x 一点平方就是前面这个 x 一点变成了 i， 变成 dx d tau。平方之后，那就说就变成了它的负了，所以这个量就等于负的 dx d tau 平方，把这两个带进去之后，因为负 i 乘以 i 哈，这个抵消掉了，所以这边就变成了 tau i tau n。好，负的二分之一 m dx d 超平减去 vx， 当然其中这里的 tau i 和 tau f 跟这个关系是一样的，就是 ti 等于负 i tau i tf。等于负 i tau f， 就是这样定义的，就是 tau i tau f 是这样定义的。那下一步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负号挪到外边，等于负的 tau i tau f d tau 二分之一 m dx。加上 vx， 其实这个就是欧式空间的作用量，就是这个，我们通常把它记为欧式空间。对 ，rs 就等于负 se。那对应的，我们可以将那个前面求得的那种叶前振幅啊。叶前振幅，把这个总结一下 ，i s 闵式的等于负 s， 这个 s 级当然就等于这个。刚才那个微个转动就是原来比如它那个是时间是 t， 你 t 变成了一个负 i tau 之后，原来你比如 t 是从负无穷积到正无穷，你原来的最初的积分路径是这样，关于 t 的积分，你当你变成一个负 i tau 关于 tau 的积分之后，就是 t 等于负 i tau，那也就是说等价的 tau 等于这个 ip， ip 等于 ip， 关于 tau 的积分 负 i， 它是从负 i 的这个负无穷，就是说哦它是这样积，当你 t 积为负无穷的时候，它变成负无穷，所以它这个是这样积是吧，就是关于 tau 的积分是这样，对，相当于时间就这样转动一下，因为原来你是从时轴上的这个东西这样，现在你一个时轴乘以一个负 i， 乘一个负 i 的话就乘以这个方向乘上一个90度，这个方向乘，所以
积分的方向是这样积的，对时间的这个积分方向先做了一个这样的微观转变，来补充说明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了这个闽日和欧式的这个对应，我们把原来闽式的这个叶前振幅，原来对应的。可以将就是以前我们得到的这个表达式在闽式空间的表达式 XF TF XI TI 等于这个是海森堡汇集，然后你用这个协定二汇集 E 的负 IF。当然这个表达是指当这个 H 是不依赖于时间的时候才成立，就是这个如果依赖于时间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的，但是协定二汇集更有用一些，因为它刻画那个时间演化更加的那个实用性。当然这个当然这只是一个汇集变换是提供的，然后我们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表达是叶前振幅可以用入境积分来描述，把它写成关于这个 XT 的一个泛函积分测度，然后一的 RS、那现在这个量我们可以将这个改解为用欧式的这个TF 的关系也是遵循这个表达式 XI tau I 就等于这个 XF 一的负 H、这个我们前面曾经对照表达过，就是就是原来这里它的一的负 IHT 等于负的 H 好，这个变成了 tau F 减好啊 XI。 那在这个时候欧式空间介绍的泛函积分测度呢，那也可以写成 D X， 我们这里加一个一弯嘛，加一个其实不加也没关系，负的 tau R tau F一套二分之一零五 ，ES 几套加上 ES， 这个就是欧式的这个负的一个欧式的这个作用量，其中这个加一弯的这个呢，表示它其实就是说这个的自变量。加一弯的这个 x， 它其实是关于 tau 的这个函数，它其实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关于 t 的函数，原来是关于 t， 现在关于 tau， 当然没有太大变化，你不加这个一弯没关系。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给定一个哈密顿量 h， 就是说一个系统已经知道哈密顿量它的这个系统的配分函数。已知哈密顿量这个 H 这个系统的
配分函数为。把这个分函数记为 z， 贝塔，它是恒的一个 trace， 然后一的负贝塔 h， 其中这个贝塔是大于零，贝塔我们通常是那个 pt 分之一嘛的那个统计位，其中这个 trace 呢是对，那个。具有哈密顿量 H 的建模的空间休息，这个 trace。也就是说，这个哈密顿量 H 的本真态章程那个 CF 的空间休息。我们设这个 H 的本真态，把它记为这个 EM 吧。而且我们说它是正交不一的，就是说 H 作用于这个 EN， 相当于这个 EN， 而这个 EN 跟这个 EM 等于这个 delta NM， 然后完全性关系当然。就是说，你关于这个让球和在这个谢伯的空间它等于，它满足这些性质。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trace 呀，你可以把它写成关于在这个基底下，在这个基底下的这个基阵延球基，因为。那这个东西你总要在某一个表象下，比如就在这个哈密顿量本真值这个基，那它的基阵延就是关于这个，它求基的话就包表示了这个箱子，对。配分函数可表达为，就在这个表象下 ，EN 一的负贝塔 h， 当然这个 trace 是不依赖表象的，你作为表象变换，它这个保持这个 trace 是不变的。但这个表象对我们这种算符特别有，因为 h 作用于它，它就立刻返回那个 EN， 所以我们立刻可以求出。
然后这是一个数可以拿出去，然后 en 跟 en 自身的话它的内积是一，啊，可以可以。哎，可以写成这种表达。另一方面，你当然可以用能量本能态来描述这个 trace，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本能态，比如像坐标算符的本能态，这是贝菲的函数。还可以用 x 的本能态。贝塔就是欧式时间，那它化成 t 的话，是吧？那就乘上一个 i， 乘上一个 i。就是说，贝塔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前面我们讨论那个 tau 的作用，那它要化成 t， 是吧？那就乘上一个 i， 因为 t 等于负 i tau， 那也就是 tau 等于 i t。描写这里吧，大 T 的面。那这个大 T 当然是描述这两者之间的那个时间差。我先把这个一般的这种，就是说两者不同的时候的这个表达式写出来。若将这个贝塔看成欧式时间，则这个一个 xf 就是当这个两个 x 不相同的时候，一的负贝塔 xi 等于 xf 一的负 ih。前面这个我们曾经已经把它写成过路径积分的形式，就是说这个东西相当于 dx 一的关于一个时间间隔为套，我们就起零到大 T 吧，是吧？ i 零到大 T dt 这个系统我假定它就是一个一维的一个力学系统，因为力学系统，所以它动能解释呢，就是它的那个拉格朗日二分之一 m。可以写成这种形式。这种形式现在闵式的表达时候，可以把它变到这个欧式，来变成欧式。
弯的，是它是关于掏的还是关于踢的？当然你不加也影响不大，因为它们就是这个积分策略，也就是函数是相同，只是自变量变了，自变量变相当于负的零到贝塔一掏二分之一。我这里当然只是显示的让大家比较一下闵式和欧式的那个作用量的不同，你原则上你对一个一般的系统你这可以你直接一步到位就可以从这一步，你没必要不一定非要写成那个一维的这个力学系统，你就是说这一步是吧，比如你这里你可以直接写成等于 dx 1的 is，这是一个闵式时空的作用量。当然这个 x 它可以是一维可以是多维的，你就是向量也可以，然后你把它当然就是说抽象的可以把它记为一的负 s 欧式的作用量，然后闵式跟欧式的作用量就是说这个等于这个，这个是具体化的，这个是抽象的，那它适用性更广。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具体的为例，因为你这个搞明白了，这里面没有多出太多的东西啊，以这个为例。因此，那就回到这里啊，我会把这个积分变量改用 y 来写。这个 z 贝塔等于 dy 一的负贝塔，哦，不好意思，这时候这是。就是说你前面这个表达式它是两者不同，这相同的时候的表达式呢就是前面有个 dy， 然后这里我就直接用这一步的表达是吧，就是关于这个积分变量 d 这个 dx， 因为它这个也是一个关于 x 的函数，只不过它的那个最终的那个初始点和末始点是 y 值，所以它其实就是说这引入了一个限制条件，因为你这里面其实也是有限制条件，就是积分测度，它的初始点在零时刻的时候是 xi， 在贝塔时刻的时候是 xf， 但是这里的话我就是说零时刻的时候那个大t时刻的贝塔时刻的时候都是 y，就有一个约束 x0 等于 x 贝塔等于 y，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在这个约束下的这个背极空间背极区域，它等于 y， 然后我们又对 y 进行一个整体的积分，所以只要是一个周期的边条件它都满足这个前测度一的负，这是一个积分零到贝塔一套二分之一 e x 一套平方加上 e x， 就是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综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只要它是周期性边条件就可以，加一般只是指的是这个 x 是掏的函数，说是那个对掏的函数，不再是那个 t 的，你不加也没关系，是周期性，只要它 x 0等于 x 贝塔就可以，那 y 的约束就去掉了，因为 y 这个函数要广泛的变化，我们就把它记作 period
periodic 就是周期性的 periodic、其实这个它的含义就是说 x 的零等于 x 贝塔，就是说被极期已满足的约束是这个，你又不再等于 y 了，因为 y 我又在变了，前空间变了。那最后我们这个表达式啊，可以写，就这个配反函数，等于这个 P E R I O E I C D X E 的负零到贝塔。第一套二分之一 m dx 第一套平方加上 vx， 也就是说，配分函数它就是满足周期性边条件的那个路径被这个积分，那积分路径是零到贝塔。这是一个欧式时间，温度就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欧式的时间间隔，因为温度的导数是这个积分，积分错度是满足一个 x 零的 x 贝塔这个约束，就是说对所有参数期间啊，在零到贝塔之间的有周期性的路径做积分，零到贝塔。有周期性的这个路径，那一部分就是配分函数的路径积分表示。当然，我们这里我只是具体化了，是吧？你可以抽象的话，想想啊，抽象的话，你这里改成这个 L 就行了。就是说，因为你可以记这个 S 一 x 套等于这个一套 L 一，这时候它是一个抽象的函数，就是讲关于这个欧式的这个拉格朗日量。那时候你这个 zeta， 你也可以写成一个周期性的 dx， 我就把 u1 去掉了，因为你加不加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大家都一目了然。当你关于这个积分的时候，它的变量是套；关于这个 t 的时候，它变量是 t， 对。可以去掉了。periodic， 然后一的负，那是零到贝塔，低套，然后 L E， 就是说，一般的时候你用这个欧式的拉格朗日量来表述，可以写成这个。那个配分函数的路径积分表述，我们就介绍到这里。